愿你喜悦我们今日所献上的敬拜祭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低头向我们的父神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何等感谢你，你差遣爱子耶稣降世，以真光照亮这黑暗的世界。尽管黑暗并不了解真光，也有所抗拒，但黑暗却无法胜过真光。你公义的福音仍然兴旺，主耶稣，我为今早的听众祷告，更深的领悟福音的真谛，成为你爱子基督跟称职的天使。若有人尚未成为神的儿女，求主帮助他们信靠耶稣的圣名，悔改与神和好，得以重生。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也不是从人的意念生的，不是凭借人的力量，乃是凭借恩典从神而生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看，我们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。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最大的诫命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们今天要从圣经当中的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，还有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来从这些话语当中知道我们的主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的来朗诵我们诗篇上面的经文，圣经当中的经文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人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，看啊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人心里或坐中间。愿今天主圣灵，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，求你高抹我们今天牧师的口来讲论你的道，